新年好，我是宁成功，越南驻上海总领事，谨向大家拜年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身体健康，阖家幸福。杭州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、青山翠绿的美丽城市，名副其实是人间的天堂。近年来，杭州会举办第十九届亚运会，已做出大量的工作。2022年正式迈入杭州亚运年，我们相信在中方的努力和精心筹备下，本届亚运会将展现出杭州的特色、精彩的一场盛会。越南代表团十分重视，并期待与中国和亚洲各国的朋友在杭州相聚，共同努力发扬和传播团结、和平、友谊的亚运精神。预祝杭州亚运会圆满成功。